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。戏剧女神高宇珍在三立八点档《金家好媳妇》诠释萌媳妇角色，大辣辣的真性情，深受网友喜爱。她最近接下听赖无线 K 歌麦克风音响代言，当知道品牌业者小苏于上个月刚满18岁，在工作现场特别为此准备了小惊喜，帮她欢庆成年。高宇珍表示，小苏是自出道以来合作过最年轻的厂商，初期透过电话联系时完全无法想象，原来他当时还未成年，单纯觉得讨论工作内容时非常的有条理，直到最后碰面知道实际年龄时感到非常惊讶与佩服。小苏脑筋动得快，最近也特地邀请自己与妈妈的偶像金曲歌王翁立友拍摄母亲节短片，翁妈妈也首度与儿子一同入镜。小苏表示会找翁立友来拍摄，其实是自己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，无时无刻都想要高歌一曲，其中最爱唱翁立友的《妈妈的背影》，觉得歌词意境写出天下母亲们的伟大，含辛茹苦的抚养子女长大成人。这部影片也将是小苏送给妈妈的母亲节礼物。麦克风业者小苏中请到翁立友又与翁妈妈一同拍摄母亲节短片。明月整合行销工作室提供，高宇珍左为麦克风业者小苏庆生。明月整合行销工作室提供。